我们要揭晓了，三二一。等一下，小四可以讲话吗？先自我介绍，你是？大家好，我是小四。等一下，你是什么？我是男生。你是男生？小美要新娘抱转圈圈。小美常常被认为是女生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也不要。我们节目有必要做这么辣吗？因为他们都想要亲密互动啊，那请小四站在中间，然后 Ken 哥跟小美一人在一边亲他的脸颊。哇塞！哇塞！来，一二三。小四也很委屈，好不好？哼，装的什么表情呢？你们，小四本身是做什么？是哦，因为我是学戏剧相关科系的，那我自己本身是在学化妆跟弄头发这些。哇塞，所以那个是大概有什么样的绝招吗？在化妆上，我觉得光线还蛮重要的。光线。对，然后其实我本身眼睛不会太小，所以其实稍微双眼皮动一些手脚就有了。对，所以是由角度是由上往下，上往下，下往上。我是收下巴，然后相机是在下面，下往上拍的。对，我跟一般妹妹不一样。哦，为什么这个差别是什么？因为其实像大家就是习惯从上面往下拍，可能会有小下巴、大眼睛的效果。对。可是这样相对的也跟本人就不像。就是会落差会比较大，这张也化完妆应该会有差。这是你最得意的代表作吗？其实是同学帮我选的，这是最得意这张，还好，我觉得还好。哇 ，Ken 哥眼光真好。没有，我觉得这张照片真的很有灵魂，很有气质。对啊，是真的啦。他的相片，照片有修吗？照片没有修图，没有修图，没有修吗？小恩，对，其实他这张照片绝对是四张里面修最少的。如果有修的话，因为我照片本身是标榜零修图，那它的像素是不是很低？300万画素，手机拍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他是专业的化妆师，一定有那种大绝招。对对对，我不是那种就是会想要把人变成另外一个人的，可是可能你们看照片，是吗？就另外一个人。就是我现在拿眼镜拿下来，大家应该也会觉得不一样，就是。超光，眼镜拿下来，甩一下头发，眼睛蛮大的了。哎，对，感觉又不一样。所以我会个人会比较注重说气色，要自然一点。OK， 那所以我今天帮大家示范是眉毛跟腮红的部分。为了让眉毛看起来更有型，小四将后半部的眉毛剃掉，并且用眉笔一点一点勾勒出眉尾。画完之后，连他自己都说比较像人类。之后再补上一点腮红，加强气色。为了让大家可以更感受到妆前妆后的差异，我们决定先请小四到后台化完全妆。究竟化妆回来的小四和相片的差距会瞬间消失吗？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个三号奇哥呢，我们就请马太来帮我们试这个看一下，他素颜长什么样，他的照片是长这样子。然后来，不可以揍人家哦。歪头。哎。哎，马太，觉得怎么样？哎。脑海里一直在搜寻一些客套，觉得对，是觉得还算喜欢吗？很棒，跟刚刚比较超棒。哦，准已经棒。可是我刚刚有偷看到一点，我觉得好像也还 OK。哦哦，好像不错。来，我们这边欢迎这个晴儿出场，晴儿。淡江大学日文系168公分、55公斤，是台日合的混血。从我这个角度看，皮肤蛮好的。皮肤很好啦。刚刚请问你在那个后台有没有被其他人吓到？有一点，有一点。哪一位吓你吓最多？可以讲实话吗？可以啊。就那个男生。当然。对啊，大家都被吓到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看到晴儿皮肤真的很好，哎。对，皮肤是什么？请揭晓，3、2、1。但是混血儿，跟照片上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啦。但是其实好像也，对啊，对，他是混血 ，look，
我想问他说，是混血儿会不会在那个学校特别受欢迎？嗯，就我大一的时候，一年下来大概有20个人追。哇！所以在大学里都有化妆。嗯，有时候会。接下来有些大绝招跟我们分享吗？哦，降啊你的脸。没有没有没有怎样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妆的重点是什么？因为我没有什么眉毛，所以我一定要画眉毛。哦，眉毛加强。今天在看眉毛吗？就画眉毛，你应该是那种很细腻，一根一根画吗？没有，我是用眉粉。用眉粉。眉粉。嗯。吃拔啦，嗯，眉粉，好，哎，这小女生都好厉害哦，她们都会选一种，哇，她裹蛮多这个粉，中间这一格，像中药粉一样，有点土色，对，有点中药，黄连的感觉了，因为要配合她的发色啊，这样真的，嗯，好，你们慢慢长出来，好会画，所以早上起床要多久前就是你知道开始准备化妆？可是我上课没有在什么在化妆哎，出去玩才会化妆。出去玩才一点就要想。怎么两边不一样？对啊，会不会出去夜店跳一跳，那汗水就把那粉给弄掉？反正夜店里面黑黑的看不到，就最怕林姐。林姐补妆，救命啊！其实今天应该这样讲，本人也没有。也没有长歪掉，但是是因为跟照片差很大，所以大家就有点。是因为我没有化妆的时候，就是比较像台湾人，然后要化妆才比较像混血。哦，小恩这张你觉得他有修图吗？看肤色其实就知道有修过照片，因为其实如果正常拍照起来不应该会有就是肤色不均这种问题。如果有化妆的话，大家看他就是那个鼻影的侧边就带刚刚说绿绿的感觉。就是调色是没有调好，才会有这种了解的感觉。好，晴儿也要去这个稍微变身一下，谢谢。谢谢晴儿。所以这个既然戏法人人会变，尤其现在大学生很喜欢拍照的话，请问大学生拍照的时候你最注重哪个条件呢？好 look， 像我就会找一些丑角，像有时候拍照我会找健哥啊，一些一起，然后合照，衬托，对，合照起来像好莱坞巨星的感觉，找林先超好看，找林先超好看，对，是。好，问一下小恩呐，拍照要美有没有什么绝招？小恩，其实最常用的就是用手去遮自己的腮帮子，或是拿道具，对，去避开脸一些不好看的角度。了解，好，接下来。接下来今天还有最后一位是我们这个提拉啦，提拉在这边呢，先看他的照片在这边。好，好，那请一位男大生来后面帮我们看一下。Take a look。我可以看到新娘报。新娘报。新娘报加亲脸哦。新娘报。新娘报加亲亲。还有加把它报出来哦。新娘报加来。先看一下就好，先看一下。这张他还说角度最正常。对。怎么样 ，look？怎么了？提拉有来录影吗？那边来录影吧。你是觉得认不出他来？他刚在后面很亲切的跟你微笑招手。对啊，那个就是他。怎么这样辜负女生呢？你要说回刚刚我说过的话。新娘报哎，没有，你要在这边 stand by， 待会要新娘报。对，来哦。好，请欢迎提拉出场，深邃大眼妹。我从。是你的照片吗？真的啊，当然。哦，那待会 look 要新娘抱，然后要转圈圈，并且亲吻你，你愿意吗？如果他抱得动我的话，他运动员，他 OK 也好。